做義工助人自助，在當中裡面其實都學到更多的東西，以及感受到別人的喜悅，令到我生命充滿了意義。運動員和做義工都是一樣的，可以帶到很多正能量給香港的社會。希望忙碌的香港人都跟我們一起去做義工吧。我覺得自己很有福氣的，我相信你都會有，希望你將你的經驗能夠跟別人分享。生命造就其他人的生命。